灌溉强韧好骨力，舒展更轻松。好，这样我们一个一个人来。是不是喝酒喝到吐？来，走。是不是喝酒喝到吐？谁不是喝酒喝到吐？谁不是傻傻的拼命守护？三千人一的孩子最后都输。他们三个人唱的都太放飞自我了，看来老天爷有些时候不是那么懂事儿。谁是老天爷的亲女儿哈？肯定是姐了，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们。那个张天爱，我是跑，确实有点跑，没事，我得慢慢练。没事，就是等你熟了再跟。熟就好，我有点紧张。没事，不紧张。来，谁不是？那就变假唱的声音太小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嗯，一点儿没事儿，继续唱。娜姐还是心大，要我就肯定特别焦虑了。其实我心里真的很焦虑，我带了三个这样的孩子，可我在他们面前我不敢表现出我很有压力。就家里出了多大的事儿，我觉得当妈的不能乱，我就是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，告诉这些孩子说妈在这儿呢。不能乱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刚才唱的可好了，妈呀，娜姐真是太会鼓励人了。你都已经把词儿背下来了，就即使在唱的这部分不行的话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怕。我这句话总是到害怕的时候，就突然觉得没气了。谁不是害怕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一口气那个害怕的害把气儿给放出去了，就东北口音害出去了。害什么？不对，谁不是害怕天会路？这我在憋着呢。对，谁不是害怕夜会路？对啊，有气儿了。对，那个突兀不用，不用，不用那样。垃圾桶和鲜花都有些突兀。对，轻轻的，轻轻的就好。多练，熟的烂熟烂熟啊。嗯，谁不是喝酒喝到吐？谁不是爱人爱到哭？谁不是真心他总有那误？都被爱辜负。怎么那么纯真，超好听。就这么帅，就这么帅。再继续。谁不是爱人爱到哭？谁不是真心他总有道路？